疫情指挥中心初步公布，过去新增加八例 COVID-19 确诊病例，分别是四例本土、韩国四例，境外陆续改运。新丰改运新增加四例，改运分布是台北市两例，新北市、韩国高雄市各一例。措施批示，到明年3月维持年纪境界标准，就是市开放内场社区大学、老龄学习中心、社区照顾关怀起点也要场所，还有主管机关防治管理总的开放五个场不太场所，像歌厅、舞厅、夜总会、酒吧、天池、游乐场也要场所，还外继续关贴。市政府初步公布，初步到台湾的体温比9.96万元，莫德纳疫苗接近今年检验的城市，最近反应是六位病出来，立陶宛先前几乎台湾的2万元 A Z 疫苗，初步没半身检验，完成下周会病出来。推拍旅游安全线，最近半年实施为重新开放，已经有千多旅行社开始病出住院，甚至喷流官方没病出做得到冬天住治疗的消息，来自台湾的旅客。Delta 病毒撤过来，美国是先控制不下来，但已新增加确诊超过十余万例，创下六十年以来的新高。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院长柯林斯警告，美国就要冻掉了。